我的老友。大家好，我有好多朋友，你们有多不多朋友？那我来介绍下他们先。一开始当然要介绍我的大朋友啦，他们是小明和小智，我很喜欢和他们一起打球的。我都有一些朋友细过我的，他们很喜欢和我玩。每次玩都玩成三粒钟，我都有一些大小小的朋友，我喜欢和他们坐在凳子上聊天。我有一个弟弟，他叫阿杰，他未识讲嘢，他是我朋友，我好喜欢望住他瞓喺度。他起身之后，我又同他玩。我还有一些朋友有尾的，他们是我的动物朋友，有狗仔啦，有猫仔啦，和其他动物。我有一些朋友，其他人见到好害怕，但是我不害怕，我很喜欢他们。有蛇仔，有毛毛虫，我有一些朋友又识飞又识游水，有鱼仔，有雀仔，我好喜欢读书和翻学校的，什么书我都喜欢，所以书都是我的朋友。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你们估不估到是哪个啊？那个是我阿妈，她是我最最最好的朋友，我有一个成日陪我的朋友，他成日都出现在我身边，你们估不估到是哪个？